好，我是品编。上一集的秋冬缺款懒人包影片大家看了吗？今天我们就来介绍第二集咯，热销好评的鞋款统统补货啦，喜欢的话都可以现货带回家哟。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大家最爱的 Grey Sleeve 鞋款吧。第一双我们就来介绍超级热销的金针菇韩星选品玛丽珍乐福鞋，这双呢一上架就大受好评。圆方头的鞋楦呢有俏皮复古的感觉，侧面呢有做 S 勾扣，所以穿脱呢也是非常的方便哦。3公分的厚底设计，拉长你的腿型，穿起来超级舒服，超级轻，很推荐给大家，适合学生也适合通勤族哦。第二双就是这一双出场率超级高的乐福鞋，它是做这种轻量的设计，所以即使有5公分的厚底，穿起来也是非常的好走，绝对是女孩们的显腿长神器。它的鞋面呢是做这种漆皮的材质，穿上去会有微微的光泽，所以即使一身全黑，穿上去也是会有亮点，非常百搭，各种风格都能轻松驾驭。接下来我们来介绍3双热销短靴，这双率性标配，一眼看去就会被它的木纹更吸引。它是做4.5公分的中跟，非常的好走。再来，它是做后拉链的设计，穿脱非常方便，素面车线非常有极简的风格，搭配各种服装都非常合适。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俏皮女孩弹力靴，这一双是做圆头造型，对宽脚板或者是拇指外翻的女生都非常的友好。它的4公分厚底设计可以完美的提升腿部线条，弹力的筒围对肉肉腿女生的包容性非常大，总共有4个颜色可以做选择，这一双绝对是女孩们鞋柜必备款。再来，我们来介绍这双一件长腿短靴，它的跟呢有6公分的高度，所以穿上去一秒显气势。精致的车线呢，会让整体看起来更有层次感。弹力的皮革加上小耳朵设计，穿脱就只是一秒钟的事。不管是跑趴还是看演唱会，这双你必须要有。接下来我们来介绍长靴，这一双是女孩们的冬日新宠儿，个性女孩长靴，服帖显瘦的贴腿剪裁，不管你是高个子还是小个子的女生，穿上一秒变大长腿，贴心透气脚垫，清爽无黏腻感，多层次厚底设计，穿起来超有个性，甜酷女孩，这双你绝对会超爱的。最后我们来介绍这一款经典简约平底马靴，这双特别的是它的皮革是采用超纤环保皮革，完美的靴头打造纤细笔直大长腿。它的米白色非常特别，它是这种布面的设计，然后里面呢是带灰调的米白色，非常有高级感的感觉。你看穿上去真的超显腿长，你有喜欢的绝对要把握年度最后一档大优惠，通通带回家。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咯，大家要记得按赞订阅开小铃铛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咔，下一句还自己咔。多层次的厚底设计，穿上去更穿上去